这个昌法神庙暂时昌叙事这些对东林佛号的唱念规矩和法器都比较了解的比丘师傅呢，来给大家做培训老师的。那么东林佛号的唱念呢，这个这些天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主要是我们谈到。 念佛的目的呢，是为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生脱世，圆成佛果，这是我们念佛的终极目标。又鉴于净土法门的特点呢，是要感通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这一点全凭他的，就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来说，又离不开智，有时候称为二谛法门。 那二谛法门，首先阿弥陀佛的力量早已成就，就在那个地方限量的存在着。现在就看我们这边的力量能不能用得上来，能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上。我们常常比喻这么一个这口钟就已经在那里，能不能响就看我们怎么撞。撞的力量大，声音就大声。 声音力量小，小声不撞，没有声音，这就感应到。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谈念佛的宗教情怀的问题？由于它是感应道教的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跟感应相应的这么一种心态。 佛号，它的规格是一口气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唱完，要来个深呼吸。呼吸问题可能是一个难关，但要训练这个深呼吸到丹田部位，然后用低沉缓慢的低频率的。 这样的一个格调把它唱出来，有的人说：“哎呀，师傅，我是不是在我就在这个地方，下不去怎么办？”我提示一下，你们如果走的那个花开得很茂盛的那种花，特别好看的，你闻的那个香，你就会那个鼻子就，就会深深的吸气了，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深呼吸的。你闻了以后。
特别是闻到这个香，我都闻一下，哇，这香啊、哦，这就是深呼吸啊、哦，把气沉下去。那么你这个气唱出来的气是什么气？是肝气、胃气、脾气、肾气，四种气是元气。所以这个气总是气海气人当中的气，你用这个身心的气去唱出来，它的音调就不一样。你用肺部唱的，比如说南无阿弥，这唱起都不好听了，哦，没有一点情怀。你用身心的去唱，南无阿弥陀佛，声音就两样了。所以一般普通人讲丹田的气，其实就是气海气门的气啊、哦。那么我们唱的一个寺院一个寺院不同，梵呗全的中国已经上千年，在三国啊、哦、曹节时候创造出来。这个梵呗用这个谱子来也是无可奈何的，应该要用心韵去唱，心韵唱出来才有那个宗教情怀。你用这个啊，这个音谱啊，这个箭头叫做箭，慢慢的啊，强音前的是弱音，这里呢，弱长音到再到弱音，首先要把这个符号用真正的一口气把它念下来，啊、嗯，把它唱好，一定要用心去念，啊，用心去念，把梵呗的音调念出来。那这个那字，哦，这个是。唱法是定下来是 G 调 A B C D E F G， G 调音啊，用中音去，那用低音的话，这个的嗦低音，中音的呢嗦，高音呢嗦，那嗦嗦嗦，哎，你用中音去，那好，你发这个音发出来。不是用嘴巴来了，用喉咙的后音，那要加一点鼻音，鼻音要加点鼻音，那嘛嘛拉哆拉嘛，这样子怎么唱呢？就是用后音的上音，我们。有中，有中音、前音、后音、上音、下音，这叫做哦，你要这个唱。所以大家唱的呢，哦，应该要有这个。那么摸是用后音的上音顶上去，喉咙这个啊、哦，喉结把它顶上去。那么顶上去还往后靠一点，叫做后音的上音。啊、哦，阿弥阿，是中下音，阿弥弥是前音的鼻音，弥不是弥，不是不这样子，嘴巴不要张得太大啊、哦，嘴巴太大你就唱不起来了，哆是下音了。哦，佛，哎，那南无阿弥陀佛。好，一口气唱完了。这里
停下来，停着，一、二、三、四、五、六，第七拍才开始拉，才开始唱，哦，它是拉。倒下去，提起来一拍一拍啊！再来过啊！南无阿弥陀佛。好，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南。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他的南无嗦不下去的。这个咪字没有的，这里个咪字没有的，它这里没有咪字，所以你不能唱到咪字头上去啊。来咪嗦嗦咪咪来哆啦哆，那那。第一句在旷岩上晃，啊，所以他说南无，和孩子叫嘛，妈呀爸呀的在外面，因为认不到回家了，啊，遭爸骂了，啊，所以呢，第一句他的高音重点就在南无上，啊，南无。第二句呢，我们大家都是要回到大慈悲父的怀中极乐园去，那个这个是真正的家，我们在找父母，父母也在找我们，孩子啊快回来吧，哎，马上就找到了，找到了啊，弥陀就是阿弥那摩的对象，所以呢找到了以后，我们就在父母的怀中啊，那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唱起来就有点啊，是像这有妈妈好，南无。唱就表达出来了啊，第三句啊，
南无阿弥陀佛。第三句回响了，我们一定要持戒念佛。啊，戒是规矩，应该要有做人的规矩。为什么？因为不听父母的话，远离了这么多戒，六道轮回乱转，想到了现在父母大慈悲父，您就不舍赐我们，那我们就啊、哦、感到更加有点忏悔啊、哦、前半就是忏悔的，南无阿弥在后面持戒念佛，陀佛很坚定，必定要啊、哦、听父母的话。弥陀经里面讲，诸为善人，俱为一处。我们念佛的人、信佛的人、听父母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善人哦。哦，在第四句，南无。原来我们的真心觉悟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心跟我们的心没有两样。哎，唱出了很自如、哦、自在心唱出来了，观自在，观自在，观观自己在什么地方、哦、现在我们观到了，觉悟了，我们就是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哦，所以佛说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车果大师就谈到念佛当生四种心，我们觉得这种开示非常精辟，有时候我会常常引用。Huh.
上你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闻，只闻自己念佛的音声。啊，那由于这个，你闻的不是外面的声音，念的不是外面的尘缘，所以你要向内心去念，念到内心深处那样的一个见分的那种微细之相，那当然它就要回光返照了，啊，向内心去念，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反闻闻自性，反念念自性，这个闻性它是不生灭的，啊，这个不生灭之因才能得不生灭之果，啊，所以一定要，所以为什么眼睛要微闭，不能东张西望，耳朵不要听外面的声音，啊，要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啊，这个鼻子不要乱嗅等等，这些都要让你全身心的吃在这个佛号上，啊，吃在佛号，你这个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了。这时候这句佛号是清净的牟尼宝珠，如果我们不念这个佛，都是念五逆六尘，它那种生灭染污都是轮回之本的，啊，现在我们都是在佛号上，这个佛号叫清净的佛号，你不间断的去念这个，这叫净念相继，啊，间断，好，这样你念久了就感觉到自己跟佛号融为一体，就是超越了时间的感觉、空间的感觉了，为什么很多念有的团体会也觉得，哎，忽然一上午一整天就时间过得很快，就你六根不在外面分别，你都在这句佛号当中安定，它时间的感觉就不一样的，这是。一定要把多色六根境界相继把它落实下来，我看这个都有时候这是感觉还可以，原来念佛我过来再念的时候有很多人还要跟我顶礼，你念佛的时候跟谁顶礼，还跟我来顶礼，这都是颠倒，这时候你多色六根你不要去管外面的东西，包括你走谁大衣在前面谁不在前面什么，你管这些干嘛，是吧，你管好自己，你整个世界就是这句佛号，兼具，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这个要有一条直线，这个很庄严，手接弥陀印，这个走步呢轻轻的一步，这个而且最好提起脚都能够很整齐，你佛号起南无起来你才抬脚，一步轻轻一步。东林佛的特点由于跟其他别的不一样，现在有人就是提到这个关于教徒的问题，我跟大家唱一下的谱吧。嗦啦哆啦，嗦嗦咪，来哆来，空六环，一、二、三、四、五、六。燃咪嗦咪，燃哆哆啦哆哆，一、二、三、四、五、六，哆。
手呢，就是这样子拿好，这样子打，不是这样子打。打墨鱼怎么打？对口的引磬和长的墨鱼。 三个指头，学佛的手，观世音菩萨的手，这样子是莲花座，那这样子呢？南无阿弥陀佛，不是这样子拿起来，不是这样子打，这样子打很难看的，合掌的墨鱼。 水平要按我们来讲是最高的水平，东林符号它打木鱼的水平要达到维诺或者超过维诺的水平，它才可以，否则你做不成，真的做不成。我过去说这话，人家都有点不太相信。经过时间证明，的的确确，因为什么？这个维诺它就打一个拉和陀呀，它比较平均。怎么平均法？这个是五拍，这又是个五拍。 你这头一个五拍，他已经打了那个什么了，已经打了这个阿字上了。你这又来个五拍，我驼子我就下去了，这没问题。难就难在后边，他打这个佛字，佛字我们通常或者是往前打，或者是往后打。还有就是空拍，东林符号空拍特别长，怎么去掌握非常难掌握。有的人讲说吸口气吸到下丹田，那么吸口气有成有短。 我也做过比方，假设你这地方来一个换气的话，可能用不到一拍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果我们这个六拍的话，可能用不了六拍，甚至呢，我又给大家做个实验，我八拍没问题，我告诉大家，我十二拍都没问题。啊，这是说我呀，我不能代表别人呐。我们大家要如果要是统一用的话，那只能按照我们这个标准，按这个标准怎么办？ 我们至少定拍，这个拍的标准是按照前边来的，而且前边整个的标准呢是按照我们每分钟60拍去计算，相当于一分钟唱3句，因为这一分钟按照我们这个拍是63拍，相当于一分钟唱3句。很难掌握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维诺和这个月柱打木鱼的配合。 尤其是第一版，这个要注意。再要注意的时候呢，南无的南不要拖太长，阿弥的阿不要拖太长。任何的底下这几个句都是这样的。我们通常唱这个东西都是比较平均的。如果是南，那么就是都比较平均了。东林符号不是这样的，记住啊，它前面是两拍，后边三拍；前面两拍，后边三拍。 现在我们再看木鱼就麻烦了。木鱼不管两拍，一拍一打也好，两拍一打也好，三拍一打也好，就是四拍一打也好，它都是很平稳的。您木鱼到时候一下，现在木鱼就在这个图像上看。
第一小房子五拍一打，第二小房子五拍一打，第三小房子四拍一打。因为把这个佛挪进来了，它是四拍一打了。从这个佛往后边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拍一打，也就变成了五五四七的这种木鱼打拍的过程。你说我们能学会吗？很难，很难。这你就要掌握这个拍节，拍节就是我想学会东林符号，你必须把拍节要搞准啊！这是我最低要求的，你的拍节要标准。你比方我这拍节比较快。按在拍子打，这要注意点。现在我拍子变慢了。那。
本来这个符号是不应该存在的，没有这个符号，我们正常是要拉音的，而且我们这个拉音呢应该达到这种地步。它一定要拉满，或者你最少的话你得拉到大半拍之多。那么我加了这个保持符号，就说这个地方要保持，保持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你们发的那个表里头，那个表后边有一个，在保持符号上，你可以暂停一下，在这地方你的呼吸，由于你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你在这地方把呼吸憋住，气也不让它往外呼，也不允许往里吸，因为我们要求是一口气上下来，这个时候你就不允许吸了。那不允许吸，你现在仍然在呼，我这个保持这个作用就起不了了。你也不让它吸，也不让它呼，这在这地方它少了一拍，就等于少了一秒。这个地方仍然是用这个，我就什么也不写了。这个底下全都是，这个底下全都是啊。你如果在这地方你保持住呼吸，憋住，不吸不呼，这个地方又保持住不吸不呼，你在整个全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在十五拍当中你省了两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十五秒的这个速度你向外呼吸，你用十三秒完成了，省了这两拍，省了这两拍，有一部分人就又能一口气下来了。不能一口气下来的，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可以一口气下来了。这是一种在学习东林符号的过渡阶段。当你练久了之后，你还要把它去掉，仍然让它一口气下来。过去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呢是法师提出来的。你如果要是一口气下不来，你可以在这地方，脖子这个地方稍微补点气，把这个符号给它立起来了。立起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换气的地方。你这个补一点气，实际上是允许我们换气了。一吸进去我们换气，我们一下就把气补足了。现在我做一个示范，正常应该是引庆的声音啊，军中的号令。
引磬不响，你的符号不能起来啊。但一般这要求越重，引磬和符号要同时起来啊。那木鱼呢，这时候要注意这个节奏了。往往重音放在拿磨的时候，它那个磨呢会自然的拉得比较长，但你不要顺着它拉得很长，你木鱼这时候该节制的就得下去啊。这个在五拍最多你就拉长半拍啊，但你不能拉得拿磨磨磨嗨，磨磨的停不下来。停不下来，你就把70%的气都用完了，那麻烦了，那就必然啊磨下来再吸一口气。那为什么会三口气？就是这么来的。磨，哎，怎么还没有啊？那再吸一口气啊。那啊，头晕。所以这个约重这种感觉啊，一定要到位。你甚至不能差半秒啊。所以要用心，这样使大家就是这个符号念得如行云流水，很流畅，潺潺流水，中间不能有一些拖泥带水或者被什么挡着的这种感觉。那你唱过去那种气很顺畅的话，他念得就很舒服啊。如果这些法器节奏没把握住，挺难受啊。所以这个要求越重的素养是很高，要发心啊。这个这样把握全场的这种节奏就是他的心率的波动啊。这个大家波动都一致了啊，透过越重的这种调的一致了，那这个力量就很大，架势力很大。拉拉杂杂讲这些了，也半个小时到了，预祝大家啊，非常好。